想祝大家身體健康啦，笑口常開啦，同埋咧出入平安嘅。咁你話農曆新年係咪真係呢個農曆新年係咪真係咁開心呢？其實一半一半啦，因為咧我哋都知道最近咧這個嘅新嘅疫情這個肺炎咧，都真係喺好多人心裏邊都係一個好大嘅擔憂啦，亦都係即係好老實講，我同 Tony 都係一樣咯，大家都喺呢條路嗰度。即係雖然喺加拿大呢個地方啦，即係已經算係唔係話好嚴重嘅時候啦，但係即係呢件事都令我哋有好多嘅反省啦，亦都有好多嘅擔憂啦。咁我哋琴日咧都真係睇咗一個喺Instagram 上面有一個 video 係。一個年輕的，又不是很年輕，應該 我都不是大概知道他幾歲，但是個 caption 是寫著一個即是青年的護士咁樣，咁佢喺香港度就抽咗籤，咁佢就係喺嗰個名單入面就係要負責去照顧嗰啲隔離嘅病人，咁嗰個 video 真係好感人，即係因為佢真係講咗佢自己嘅感受。佢即係話農曆新年大年初一，即係佢已經個心情係預咗自己已經係最後一次拜年，最後一次見到屋企人咁。我唔想喊，咁樣，但係我真係見到係，即係佢話好刻意去想同每一個家人都影相，佢好想去珍惜同屋企人嘅每一分每一刻。咁咧，我哋亦都之前其實一早已經好想即係錄呢首歌，因為又係鄭秀文啦，我哋好中意鄭秀文啦，之前都講過，亦都呢首歌亦都係最近好 hit 啦，又攞咗好多獎啦。咁唔係淨係呢啲因素，我想揀呢首歌。今呢一期特別想揀呢首歌，係因為呢首歌真係講到成長裏邊係即係經歷緊啲乜嘢咧，每一個人心裏邊嘅感受，同埋每一個人嘅即係好似之前阿 Sammi 都講咗，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故事，就好似。這個護士咁樣，佢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佢都有自己要經歷緊嘅嘢。雖然我哋未必明白得曬佢嘅感受，但係
即係要去珍惜每一個喺地，即係喺呢個世界上面嘅時間，同屋企人嘅時間，同自己愛嘅人嘅時間，亦都真係咧見到，即係雖然喺呢個咁難過嘅時間裏邊，即係人間仍然有愛。這個護士堅持嘅就係佢唔會去辭職，佢可以，佢絕對有呢一個 freedom， 絕對有呢個自由。佢話：我唔做啦，我唔想去冒我生命危險去救人。但係佢話呢個係佢當初讀護士想去拎起嘅一份責任，就係要去照顧有需要嘅人，要去照顧呢啲病人。呢樣嘢係特別令我感動，同埋特別令我去反省，即係。而家我仲有呢個健康嘅時候，我要珍惜。我仲有時間，我仲有命，我要珍惜。我唔係淨係好開心嘅時候或者乜嘢時候先要珍惜。特別呢啲時候，點解會發生呢啲嘢？其實冇人唔知道。即係有時真係會埋怨點解啊，神點解啊？點解你明明見到啊？即係我都真係琴晚我都即係 Tony 都知道我喊住咁講你。明明見到啊神，點解你唔阻止？即係點解你仲去容許呢件事發生咧？即係但係冇人知嘅，真係。但係我好深信嘅就係、是，無論呢啲時候係容易過或者好難過嘅時候，都總係有會讓我哋見到人間有愛。我哋仍然會知道神係大過一切，神係大過一切嘅。嘢，無論係疾病，無論係一啲好艱難嘅時候，無論係好傷心、好即係沮喪嘅時候，即係我深信嘅係神係比呢啲一切更大。我唔代表我會，唔代表我唔會去即係去問，唔代表我會一直都會嘻嘻哈哈咁樣，但係我深信嘅係神。真的在這裡，他知道，他看到，他掌管。這首歌我希望即是藉著 Sammi 的這首這麼好的歌，所有的歌詞都能夠鼓勵到你今天珍惜你在你有的時間，你有的健康，你所經歷的一切不是偶然的，是令你可以更加強大，是令你可以更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，只要你願意在這些經歷裡面去學習，能夠去反省，能夠去真的可以去有一個心去將這些經歷可以是 bless 到身邊的人。希望你們大家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亦都出入平安，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珍惜你的健康，珍惜你的家人。